你在这里，你的身体里有一朵黑色梅花，它吸着恶魔的血开花。这个黑色梅花到底是什么？我知道是 HIV， 好像从小就是被教育要唾弃这件事情。最惨、最惨、最糟，就是你是同志，你得了艾滋病。大家就以一个异样的眼光看你啊，你就是脏东西啊，你就是上帝的黑名单啊。我大概感染了十年嘛，你一直觉得自己不被这个世界接受，其他人要靠近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会不会他也不接受。我宁愿我是癌症，我宁愿我被车撞，别人就懂。其实最痛苦的痛是不被理解的痛。我刚刚在腌那个萝卜，就是给那个法国越南面包的萝卜，泡菜萝卜。像这个肉是，法国越南面包里面的肉，然后这个肉培根是培根高丽汤。可以直接吃的吗？来参加也没 close up 的人吃的。对艾滋病都是一个很恐惧、很离自己很远的一件事情，那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对象，就想说那一起去再筛检一下。我记得很清楚，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不用担心我。”他说他自己。我是七年的感染者，然后我稳定服药，过着一般正常人快乐的生活。大家对这个疾病的不了解，大家印象还停留在80年代世纪黑死病。但其实现在医学已经发达到，就是感染者每天服用一颗药，那把病毒量控制在测不到，就不会透过性行为传染，就像一个慢性病那样子，感染者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还蛮痛苦，那时候刚开始吃药，又透过每天吃药的提醒闹钟，好像提醒自己是一个脏东西，很痛苦啊，每天都失眠这样。然后我爸妈就问我说：“哎，怎么了？”这样我说：“我就是工作太忙，睡不好这样。”可是你的内心在尖叫，在大叫这样子，就是有种。那为什么不能跟你们讲？讲出来就是一个担心，有人还是会觉得会不会跟你一起吃饭就会被传染啊？担心艾滋病人就是淫乱啊？大家就会以一个异样的眼光看你啊。就是我台词里面写的吧，你恨他们不知道。你恨最爱你的人，你的爸爸妈妈，你最爱的人没有办法保护你，但是其实你更恨你自己，因为是你毁了他们的杰作。一开始确诊之后，有一年多的时间都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不让任何人来碰我，然后用工作来忘掉这些，就把自己塞得满满的。那后来是到巴黎开始有亲密关系，觉得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我就开始试着跟遇到的对象讲自己的身份。我
没有巴黎，没有法国的健保，所以没有办法免费拿那边的药。我就在想，怎么样到底可以继续拥有这个救命的药，让我在那边活下去。也是台湾女人们，然后他们的帮助让我可以走过来。那个帮助就是来自于他们知道，但他们还是在你身边。我觉得知道就是一个支持，你知道有一个人知道你的状态，知道你不敢跟其他人说的事情。其实最痛苦的痛是不被理解的痛。你不是那个大家眼里很有才华的你吗？你不是爸爸寄托希望在你身上，妈妈觉得你很贴心的那个你吗？然后你放声大哭出来，因为你很想跟爸爸妈妈说，你恨他们不知道，那个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没有办法保护你，你恨他们。可是其实你更恨你自己，因为是你把他们的节奏给毁。那时候在创作《巴黎野莓》，我很明白，我要借由巴黎的爱情故事来讲到感染者的身份。你的身体是无期徒刑的牢房，关着一朵含苞待放的黑色梅花。一开始想要用一种很隐喻的方式，可能是肢体的表演，一种自己跟自己的身体的冲突，可能是舞蹈性的东西。可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直打不动我自己。你不管了，你就站在人群中央，你直挺挺的站着，你让他们看你，让他们看，让他们无知和鄙视成为一个笑话。你不哭了，你不哭了。有10分钟的独白，把整个从确诊到巴黎到后来面对感染者的身份的历程很老实的讲出来。我就说我不管了，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真实跟诚恳最重要吧。我就是这样子，就是都给你，就是在这里看 take it or not， 就像我在面对情感关系一样。我大概每3个月会回诊一次，然后每次都会来这边搭绿二，大概搭个40到50分钟的时间。但是比较稳定的感染者，大部分都是3个月回诊一次。像大家家里长辈去拿慢性处方一样。刚出感的那一年，有一段相依伴侣的关系，就是我的男友没有感染 HIV， 然后我有感染 HIV。告知我自己艾滋身份之后，反而我们的关系就开始变质。你在那个当下会很清楚知道，这个人在害怕你，就是害怕你这个人。去看医生的路上的车程，我都会觉得旁边的人很可怕，然后我就会发抖，或者是会哭，或者是会觉得很焦虑跟紧张。我有些要做大肠直肠外科的手术，然后我就在我原本就诊的艾滋的 HIV 感染科的医院问我的主治医师说，能不能在医院帮我排一个诊？他就看了一下，然后觉得说他们医院可能他想不到谁愿意开这个刀。其实被拒绝的那个感觉的不舒服是很隐微的。
它不是一根巨大的针在戳你，它是很多细细的针在戳你的，就是仿佛好像告诉你，你不值得被好好对待。现在大部分台湾的感染者吃药的状况都蛮好，台湾疾管署提供的数据算起来测不到，其实都已经是绝大多数感染者的状态了。可是实质上感染者的生活，他可能会面临到社会在他身上贴到的标签，就是这群人吸毒，这群人滥交，这群人嗑药，这群人不值得被拯救，甚至是以前会有人说这就是一个天谴。可是在这么多的负面的标签下面，这些标签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贴在这一群人的嘴巴上面，这一群人就会因为担心这些事情而不敢再说话。过了很久，有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好朋友一起说，来整理我们自己跟 HIV 有关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开始在网络上写这些艾滋的故事。干字就是一个在网络上写字的平台，里面其实就很多 HIV 感染者的生命故事。他抽血验到有 HIV 的时候，公司请他走路。然后也有感染者会遇到是他的房东，甚至是他社区的邻居知道你眼前的这个人是有 HIV 的，然后他们直接在你家的电梯前面贴一张纸，说本社区不欢迎 HIV 的人。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时代的感染者还在受苦，然后其实在污名底下生活的人长成这个样子。超过十万个字，然后100多篇的故事。所以当他们开始练习的时候，其实就会是一个试着在这个过程中承认他自己有 HIV 这件事情。他慢慢的可以从这些标签里面去长出他自己的样子。1 2 3 4 5 6 6 5 4 3，再一次。感染者其实就是一个倡议的团体，可是我们其实也一直以来都很想透过艺术的方式，然后让这个世界可以更了解感染者一点。我们把历年来从2016开始感染者收集的十万字故事，然后整理完之后，然后交给导演林继刚，然后林继刚就帮我们找了一群很专业的演员，然后一起来演出这个故事，让这个故事可以在剧场被看见。我们要找到这一篇日志里面感染者难以描述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描绘心情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试着在排练场的过程中排出来。演员试图要站起来站不起来，或者是试图要躺下去躺不下去，试图要离开离不开，那些对我而言就是我读这些感染者的作者们他们想要说一些心声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的感受。流进身体里面的沙子吐不出来，永恒这件事死也不会离开，既然过去过不去，那就过来吧。身为一个感染者，然后看到自己的故事被别人诠释，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感动。因为当他的那些故事被试着念出来、演出来的时候，他好像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是被懂了。终于，你跨过我脸上银亮的泪痕，徒增一个世纪，日以继夜徒增的乱法。以鼻尖轻轻的碰触，以一声息。其实像现在很多艾滋的团体，也都试着透过艺术的方式来做创作或者是做倡议。像帕斯提联盟也有做岛屿酒吧的演出的活动，然后这演出很特别，就是他们是直接让感染者朋友来演出给大家看。今天岛屿酒吧素人分享版，我是大家的岛屿管家波波。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戏。
我们今天演出会提供酒精饮料，那请适度饮酒。那有谁今天是不能喝酒的吗？我是安妮妈咪，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的生命故事。我在1989年的时候，我意外的怀了第二个宝贝，但清晨的那一通电话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我就问了先生说，是不是你有到外面去寻欢过？先生后来他也去检查了，他也是 HIV 阳性。我的先生跪在我爸爸的面前，他低着头告诉我爸爸，对不起，我是一个杀人犯。我一直哭喊着，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是还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吗？虽然那一切都是假象。早期感染者他要戴一个纸袋上街才能说故事，或是戴一个面具才能说故事。那在现在的年代，能不能用透过其他方式更让社会大众了解艾滋感染者？我们把大家分成六个小组，然后在六个房间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位素人感染者去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故事。因为这一次的演出，所以回过头来重新整理自己的一个情绪，说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生活者。我很开心，我可以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来说。说故事这件事情，它其实非常有力量的，包含是感染者在说故事的同时，也是在整理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不断的去整理，或是不断的去醒视这个伤痛的同时呢，它其实也是在抚平你这个伤口。我觉得有感染者跟感染者说故事的时候，感受是特别强烈的，因为他会发现说，原来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面对艾滋议题。你就用你的手掌、手指去刷过他身上的皮肤，轻轻的，很像一个刷子一样，软毛的刷子。野莓 Close Up 这个作品，就是一开始希望给艾滋感染者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他们也被倾听，也有空间讲出他们的痛苦。我透过肢体的工作坊、触觉的探索，从皮肤到肌肉到骨头，我们去找到身体里面藏着的故事，因为病毒它就在身体里面嘛，它很像是一个恶魔，可是它出不来。当我们去释放肌肉，或是让身体回忆到某个场景的那个结构里面的时候，哇，那个身体情绪的释放是很惊人的。然后每个人呢会拿到一张纸， Everybody has one paper， 来来，自己存下去。现在你可以找到一个你舒服的角落，身体放松下来释放之后呢，我要他们去书写一段亲密关系。我以为我可以包容那些我不够喜欢的，我很焦虑，也很脆弱，不知所措。再记得平时的冲突都来自于爱。我记得我和妈妈告诉我，正在一段远距离的关系，
妈妈回我，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不要期待就不会受伤，没有发生就不会有不好的结果。我记得他把我的手推开很多次。一二三四五六，一个一个轮流。One by one， 一个人会选一个纸张 ，You will choose a paper， 然后呢，你会死在这个纸张上面 ，You're gonna die on this paper。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想要死掉的姿势。我要他们想象自己是死掉了，然后这时候我会摸着他们的身体，我说我是那个奈何桥上的仙子。高中的时候很想找到一个人，我要带他们过桥，然后摸着他们的身体，然后再朗诵一次他们刚刚写的故事。那封给爸爸的信，一直都还留在我心中。我在这个活动当中就是扮演一个倾听者，好像一个容器一样，透明的容器，我让你的情绪这样子流通到我的身体里面，然后啊就散出去了。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孤岛一样，可是在岛的下面其实有很多故事的线不断的去把我们彼此接连在一起。其实我的理想是有一天感恩者可以很自在的说自己是感恩者，其实你可以很抬起头挺起胸告诉他，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存在，然后我值得，我一样跟你值得好好被对待。我很喜欢一句话是 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 我觉得艺术创作它救了我吧，就像是我把我的伤痛转化成一个艺术品，借由分享，就被观看，被聆听，它会变化，可能会更绽放，或者是枯萎了一下，或是怎么样，这朵花它会一直在被观看的过程中转化。我觉得这些都是美的，这些都是真诚，都是真实的东西。